颈椎牵引也通常我们也可以买得到这个牵引器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呢是到医院里来牵。你到这个理疗科、康复科、针灸科，像我们骨科都有颈椎牵引的地方啊。那么，你在医生看过确认好确认过可以牵的，那你就到医院里来牵嘛。我们最好不主张在家里自己牵，牵引呢最好的比较简单的话呢。这个你就由轻入重牵，先分量轻一点，牵了以后觉得挺好，那么你就这样维持一段时间，觉得不合适了，你再去稍微加大一点点分量，但是呢，这个分量怎么加，还是要由医生来指导的。